是查某是谁啊？阿乐，你电话发是西班牙查某？我感觉看到恁冠廷呢，而且对方我是一个大美女哦，安尼的画面哦，若是有狗仔翕到，安尼都无好安尼。我袂啊，你千万不能出来去。哪有全出来呢？我马上派人去包围第一。王菲啊，果然派刘英宇。一切拢交给我进行。 包括等下相片哦，一定会足精彩。韩永权，卖过命啊！多等你低调。刚刚电影里面演的王冤冤娘，就是这种尴尬。你看到跟小杂毛，跟你这么有关系啊？跟小杂毛是啥？啊？你看是关黑。慢走。阿全，你干嘛鬼啊？ 冠廷对不起啊，我有资格在这骂伊歹。只有我，伊的行为已经真明显表现出伊跟冠廷的关系无遐尼简单啊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